他喜欢的香味，是从锅里爆出的美味。在他眼里，家常味更值得回味。敬每份下厨的热爱。他相信，点过再多的菜单，也不如亲手为他做的菜谱。对他来说，下厨重要的是温度，更是态度。敬每份下厨的热爱。他认为一碗汤的分量不亚于一份方案的含金量。对他而言，吃得好与干得好一样重要。敬每份下厨的热爱。他每天准点到厨房打卡，不许家人的胃被随便打发。在他看来，饭可以吃得方便，但不能随便。敬每份下厨的热爱。方太七点双主灶。